你要下吗？要下，等会儿。我们等一下念可吧。而且我的脑袋好重啊。好。对，我们就从这里下吧。从这里下去。对。你们两个下，我跟着你们。好。应该在当中，它前后都快得到。OK， 那我跟着你。雪还是不错的，那雪很软很软。对，来拍一下 Nick 同学下来。呜耶！啊哦！这个跟斗翻的好。对，这雪比较厚。让我想起白虎那次。这下来我告诉你一些诀窍。OK。哎，你先停，不要，你就别动。就一般都是。右转特比较难转，对不对？就像你的话，你就是往左转比较难转。对，这时候你就要把你的重心放到右脚上去。OK。然后这个手放到板后板尾巴上，你的另外反手放到板尾巴上。OK。就像我现在一般来这个方向比较好转。对。OK， 我现在试一下啊。好，我跟着你开吧。主要是我有点看不见了，你知道，这个雪太好了。现在这雪好好厚。重心放前脚，对，对，就这样，这样就转过来了。然后再转的时候也是重心放到前脚上。对。哦。记起来，冯一家就在这里掉了一个小坑里。走吧，好，你们走，我跟着你们拍。在我们当中，
没关系，我跟着你。上中好了，这样我们一前一后都看得见的。OK。踩到石头了，有木头，对。摔了一个小坑，我发现从那个后背出去了。啊？我刚才从坡上跳下来。我就是想从坡上跳下来，直接就摔了。放哪去了？反正这里也有人滑，我们就跟着别人滑吧。反正也能滑，走吧，往前。对，我们就跟着别人滑吧。OK。这边雪好好。对。走。耶。
怎么了？那个摔了一下。啊，要紧吗？这边可以感觉是个什么小树林，可以穿穿。前面，我们可以穿到前面去。那个来了吗？还没有，来了来了，快要来了。我们就往前穿吧。我感觉差点掉进速度。就往这个前面穿吧。往我这里前方吗？对对对。然后再往左边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有那么一米深，就那么一个洞。哦。好，那就笔直往走着 ，OK。对对对。这肯定可以下去。那有有人。下面有个坑啊，有点大。那这个人。往这走吧。好，那我出来一下啊。哎，这里面有点窄，估计 Nick。走。等一下 ，Nick。这边还挺好玩的。对。这边应该里面可以进去。好，你带路吧，我们跟着你吧。等一下 ，Nick。这边。这边树林里面的雪还不错啊。走，莫扎，你还在拍吗？我在拍。你到张怡那边去，朝着前面走。我滑出去好了。好，在旁边走也可以，我滑出来。对。应该在边上。你往前走，我们来和你配合。尼克，你在哪？我在这。OK。你滑过来吗？你沿着外面，你沿着树林的外面走，你别进来了。这边能进去吗？怎么？我说这里面可以进去了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穿过去。OK。这个过来吧。OK。王丹，你跟着我。啊。
要不我们还出去吧。对，我觉得它比较困难。对，这边下雪好像。你从这儿下去啊？那我看一下啊。对，这边可以下去。我们还是出去吧，尼克。你那边可以出去吗？这边可以出去，这边可以出去。而你们就把我带到了这里。我们还是到外面去滑吧，你跟着，我们就从这里出去吧。OK。否则里面太窄了。体力消耗太大。我这里面雪很好。对。好玩是好玩。你跟着他出去。OK。你先走。哎，你让开点，我出来了，张云。我觉得你可出来有点困难。你小心一点，这里有个坑哦。你可就往这走，往这出去。到了这里就好了。对，往这出去就好了。对，你不要叫了，我觉得这里有点难，我觉得还不如这里出来。是吗？嗯。Okay, 这里因为容易窜到树林里面，你还是往这里走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到我这里，这里就直接可以到了。你从这里下来。这边因为雪太松了，我觉得它出不出来。对，你沿着这边下来。你慢慢蹭下来也可以，你蹭过来，这边。能走那边了。那也可以，不错，可以。天哪，我没速度，感觉冲不上去。我就可以朝着里面进去，朝上面走吧。怎么关？就按一下是吧？行。